当时那把胳膊刀离我跟有容只有 0.1 厘公分，但是四分之一个想自由，胳膊刀的女军人被离开了我，你看呢？我跟你讲一个谎话，虽然我平时讲了无敌数个谎，但是这一句我认为是最好的最好的。你们听懂我说的方言吗？我是浙江的，有没有浙江的朋友？你们好。早年有一个金星的，已经考虑我头衔，我居然没金星。等我没搞个时候，我才发现我也会死哦。你个西嘎龙，最痛苦的时间啊，别自信啊。你个不懂，快心干了我吧。小刚小刚哥老娃好用呗。如果上天再帮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会得个奶奶讲三个字，我爱你。如果要把个时间加上去，我希望是10000年。你们听得懂吗？听不懂要不要给你们来一遍普通话？